是很奇怪哦。或许看到一些是，就是因为没有血液循环，它会变苍白，那是 OK 啊，是正常，因为没有血液循环啊，是这样子，属于是这样子。那你的时候你本来就没有血液循环，那脸色会比较苍白，啊，当然就是生长瘤，那是确定是这样子。那我选妈妈就很奇怪，她是脸是粉红色的，是粉红色的。更神奇的是，她插管，嘴巴有很多的。给屁喉塞老喂，因为他在医院里面，在加护病房的护压病房里面住了一个月嘛，然后那个管子很粗，插到后来是嘴唇都受，就是捂伤口，捂给屁捂老喂啊嘞，然后要搬出来护垫，搬出来棺木里面，那个东西不晓得跑去哪里了。我们等一下可以请那个我们医学专业的熟力讲师，就很奇怪哦。嘴唇那个东西全部不见了，然后嘴唇变粉红色的，就像那个婴儿的肌肤粉红色的脸，然后嘴唇也是粉婴儿般的粉红色，那个黑黑的很奇怪就不见了，怎么看怎么找都不见了。各位前线，那个姐姐的印证，也是一个印证，让得到那么殊胜的道，让那个肉体再回去的时候也可以留下一个印证。当然，因为当时没想那么多了，因为当时那种心情是没想很多，反正应该要拍照起来，就是粉红色的哦，而且身软如棉，所以各位前线有没有回去？有。所以让我们这个臭皮囊哦得正心生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得到了真天道、真天命，三界无独一无二的，是可以让我们回去离天的哦。